各位大德，各位爱花的菩萨们，大家好，阿弥陀佛。中国人呢有一个很美的一个节气的因缘啊，也就是24节气之美。那我们知道呢，小寒过了以后就是大寒，小寒是一年的开始，然后过后就是大寒，大寒过了之后就是立春。那古人说呢，立春日暖百花香，也就是在立春开始呢，百花就开始盛开了啊。那今天我们用立春啊这样的一个节气的因缘，在过年的时候，除了插花之外，我们还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设计，然后能够让家里觉得庆丰收，那年年有余的感觉。好，那各位爱花菩萨，首先呢啊就可以看到啊，在我的桌面上呢，我们的老师们呢已经帮我准备了一盘啊这样子好丰盛的水果啊。那如果说呢，您在过年的时间呢，您在家里，那您觉得就是说，买回来的水果很多啊，那要供佛或者供祖先菩萨，然后呢，你可以把它摆得很美啊，那这样的水果呢，就变成家里很好的一个空间摆饰啊，就是回来家里，然后看到家里的每一个角落，在过年每个地方都美美的。所以水果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摆饰。好，那除了我们一般的家庭，我们可能就有这样的一个托盘。那除了这个之外呢，那我们可以试试看用什么样的一个感觉来做一些设计。好，那我们来试试看啊。好，那今天呢，我选用了一个这样的木质的黑色的盒子的漆器。那各位花菩萨也可以欣赏一下这样一个木质的漆器哈，那这个漆器呢，它是黑色的底，然后描金的啊。那上面呢，虽然有一些剥落了、斑剥了，不过还是感觉很美啊。那上面有菊花啊，那我们知道菊者吉也，就是吉利。那旁边有蝴蝶，就是福的意思。它就是在这是中国的传统观念里面很美的一些意念哈，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在做现在的很多创作的时候，也可以把我们现代人的巧思设计在我们的作品上。好，那这个漆器呢，我把它打开来，那我们应用这个这个下半段的这个层的这个托盘呢来做设计。好，那我们当然可以摆的像这样子很简约的感觉，也很美啊。那我们也可以加一些设计在上面，比如说呢，我刚刚从门口我们捡了一些这样的一个块木的叶子哈，那我就把这块木叶子衬托在这个上面。那这个盘子本来是黑色的木头的，那加上这个叶子之后呢，它就变得很有深意了哈。好，然后我把它放上去之后呢哈，我再多放一片啊，我们让它从每个角度看起来呢都是很美的啊，美美的。好，那当然呢，可能您说哎，我也没有块木叶，那怎么办呢？其实您就可以用一般的柏树啦，或者一些天文冬的花材啦，这些哈，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它这样子就每个角度都很好看了。那这样子之外呢，我就可以开始摆我的水果。那如果水果不是你不希望摆的这么的就是圆圆的很多这样感觉，你可以加一些你的巧思跟创作，比如说像我们学插花的人，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花器，会有一个这样的枯木，那我们就可以加上去。或者说像我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铜器啊，各位可以看到我现在有一个这样铜的蜡烛台哈，那我把这个铜的蜡烛台也可以放在里面那就是水果回来之后呢也可以变成家里的一种摆饰很美的感觉哈。好，我把这个空间放一下下哈。好，那我们看一下，我现在开始放水果这样子又有另外一个巧思哈。好，那我们就把呢柿子我们今天选用了好多的水果当然我们在摆这个水果的同时，也去感受到我们生长在宝岛台湾的一个可贵这个福尔摩沙这块土地它真的是我们要爱护它然后呢要感恩它因为呢看到这样红沉沉的这么漂亮的柿子然后这么漂亮的葡萄，那我们都可以感受到农民的辛苦然后这块土地给我们的一个给予我们这么好的一个生存的条件好，比如说我把这些水果这样摆一下，
然后接下来我手上拿的这个是仙桃啊，这也是好美的水果哈。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水果呢啊装置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托盘上面。好，那您可以随着您的巧思运用跟变化。好，那我把这个叶子呢稍微的剪一下下。好，然后呢，我们可以把它让它的色彩呢啊，就是颜色呢有点相间。那果贡呢，并不是现代人的一个设计呢。我们知道中国在清朝的时候呢，就很喜欢用果贡啊，因为我们应用水果的吉祥的含义，然后来在岁朝庆贡的时候，也就是在过年的时候，我们做供养的时候呢，这样的一个供养在中国的清朝就广受中国人的喜欢啊。那我想在外国也是一样，他们对于水果花篮啊的提倡，也是影响到我们现在台湾的社会的啊。我们现在有时候也是常常会用这样的水果花篮哈。那果贡呢，就是选这个些水果的一些吉祥的含义啊，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柿子啊，因为柿子它象征的事事如意啊。那橘子呢，就象征大吉大利啊。然后这个仙桃呢，更是真的是上天哈，老天赐给人们最无上的一种礼物哈。然后呢，枣子也是多子多孙的意思。那葡萄也是象征的多子多孙啊，所以在过年的时间呢，如果我们觉得说，这些很美的这些水果呢啊，然后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设计跟摆饰。好，然后我加一个苹果啊，那苹果呢，它又象征着平平安安哈。好，我们加一点苹果哈，我们可以把它摆得很漂亮，摆得很美。我们试试看每个角度的感觉哈。好，然后呢，各位爱花菩萨可以看到呢，我们的插花老师们用这个樱桃把我这样绑了一串，像葡萄一样哈，真的非常的，手非常的巧啊。所以我们常说插花的人要慧心巧手，就是心要细腻，但是也有一双很灵巧的手。不过这个灵巧的手有时候真的是一种心的一个显现。当我们的心呢很专注啊，然后你就会发觉你的手心会跟着手走，那手也会跟着心动啊。所以我们说心手合一啊。好，所以我们常常也勉励我们的同学呢，就是说不只是在心念上面修行，那能够让我们的手牵着心走啊，那心也跟着手走，那心手合一哈。好，那我现在把这个水果呢放得哇很丰富很满，那放在这样的一个圆盘上更是圆圆满满的哈。好，那我可以在这个作品上面呢啊，比如说我刚放了一个竹蜡烛哈，烛台我可以上面放一个烛台啊。今天这个蜡烛稍微大了一些些，不过有时候是做装置性的啊，然后感觉上就红红的蜡烛，那不一定要点它，可是呢它这个色彩，而且它会比较有立体感，高起来不会说平平的这样一些水果而已哈。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可以把刚刚用剩的多的这些块木的叶子呢然后我也把它加在这个周围的地方啊。那这样子呢，在这个红中有绿，绿中有黄，又显现出这个水果的色彩的美。所以我们刚刚介绍到中国清朝啊，它很盛行果贡啊，就是因为水果第一个它会让人家感觉到有一种很丰盛的一种喜乐啊。那第二个就是说呢，它有很吉祥的一个象征的含义。那另外就是它的色彩实在是太鲜艳太美丽了啊，所以这几个之间的一个搭配哈。那我们也可以把刚刚我们用插花家里剩下的这些花材啊，不管是任何的花材，是松也好，柏也好，哈，或者是任何绿色的植物，我们就可以摆在水果的四周啊。好，那我现在把叶子稍微修掉一些，好，那我们的四周呢啊，就会有一种高低的一种立体感啊。那这样的一个果贡，哇，真的是美极了。
那如果说有时候我们也可以加上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吊饰啊，比如说我们象征的年年有余哈，那很美的一个这样鱼的吊饰呢，我们就可以配在这个配件上。好啊，那各位白花菩萨现在可以看到，哇，真的是好丰盛，好很美好的一个空间摆置哈。那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盖字啊，这样的一个盖字。像这样的作品呢，我们就可以把它加在这个旁边，那各位爱花菩萨现在可以从画面上看到整个水果的一种丰富，那我们刚刚呢就有看到台湾的这个水果的丰富之美呢，那感受到这块土地它孕育我们那照顾我们所以我们人也要爱护这块土地，这次我们再去。吴宗仁、刘丑坤、信义乡一带赏梅的时候啊，那我们觉得自己真的是很幸福啊，因为我们还去这么开心的去赏梅，然后看到整个信义乡那个土石流啊，那整个河床啊的受创，看到那个土，整个土地都是柔肠寸断啊，所以我们更感受到真的要很用心的怎么样把这个台湾这块福尔摩沙经营得更好啊，所以我常常期待。很多的艺术工作者或者文化工作者那我们或者是我们有宗教信仰的人呢，我们一起提起这个正信正念那不只是自己的个人的修行更要把自己的艺术文化的涵养那带到我们身边的每一个角落然后让这些农民呢，他们生产的农产品是很符合这个时代的潮流，然后也能够加上艺术文化的创作。因为我们现在台湾的政府推动创意文化观光产业所以任何一位艺术文化的工作者，我都要发挥这个良知良能不只是关照自己要关照到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那甚至是每一寸的土地那期待在这样。丰年有余的这样的一个作品中呢，也能够让我们关照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那我们在做完刚刚的那个很美的这个果供呢之后呢，其实这样的一个果供我们摆在家里就已经很美了那如果说您希望有花果结合在一起的话那在过年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家里像这种青花的这种像各位阿花菩萨现在可以看到我的前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天球瓶那这个天球瓶呢它本身呢是很可爱的我们可以把它绕一下欣赏一下它旁边呢是很多的很可爱的孩子在中国有一个图案叫白子戏就是很多孩子就是说秋庭戏莺就是秋天的时候在庭院里面游耍的一些孩子那这种花瓶呢其实在自古以来就很受到中国人的喜欢呢因为最主要就是说中国人很爱这块土地那从中国从汉朝之后呢所有的人就落实在这块土地生长然后我们最希望的土地就是要多子多孙因为需要劳动力所以呢当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花期的时候呢就好像对未来充满了一个期待那对生命的下一代也充满了期待的感觉所以各位阿菩萨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花期在过年的时候是很适合拿来应用的那尤其是青花青花有时候又带有一种很高贵的一种气质那在中国唐朝之前呢青花是宫廷才能够用的才有的非常的稀少所以我们在现在的社会我们就可以运用这些器皿来插座好那今天呢我用了一只这样的一个松来做我们今天的这一个这个青花的天球瓶那这只松呢它其实已经插了好久了插了大概有半个多月了那我们之前插在大明讲堂的佛龛前面的那我们觉得这个松还好庄严然后又换新花了新的佛前的供花了所以我们就把它拿撤回来做然后再次的运用它因为松呢这个叫直松那它很有春天的那种气息因为它感觉像春天然后往上伸展就符合我们易经讲的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那样的一个生态所以在
春天开始的时候，我们用一支这样的花材来插座哈，它很适合。那这个天球瓶其实它的洞并不大啊，那我们可以直接放下去，那也可以用一个枝干哈，就是我们常常用到的，比如说我修一段的这个枝哈，花枝啊，然后我们用一条的橡皮筋啊，就是我常常使用的哈，这个煞哈，好，我把它这样子啊反过来。做一下给各位爱花菩萨看一下，好，这样子把它绕一下下，然后左右绕一下下，好，那我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煞哈。好，那我们再把它斜的放进去，那放到我们的瓶子里面，好，那这样这只松就更加的固定了，好，所以这也是要跟很多爱花的菩萨们分享的啊，就是有些人会觉得，哎，它的瓶口不好固定，不好插花啊，那。要配合一个这样的很丰盛的水果，我花就不用插的很多哈，而且因为这个瓶本身很有它的意境跟含义在立春的时候，所以呢我们就不要插太多的花哈，让花期也能够展现它的美。那各位爱花菩萨现在可以看到呢，我手上有两只这样子的花哈，我们称为迦兰哈，迦兰啊，那也称为火焰百合哈，因为它啊可以看到它这个花是这样子往外开啊，然后呢它会形成像一个向上的像火的感觉哈，所以我们也称它为火焰百合哈，然后有两只。好，那我试用一下这一只啊，那这个火焰百合呢，它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花蕾是在这一面，那整个花瓣是这样翻开来的，非常的特殊而且也很名贵的一种花。那这个火焰百合呢，它在什么时候很适用呢？就是天气很冷的时候啊，它就会让你看到第一个颜色很就是像火一样，那你会觉得看起来很温暖哈，或者在喜事的场合，我们都可以用这个火焰百合来插座它哈。好，但是呢它不是一年四季常有的花材，就是在某些季节才有的哈。好，那我把这个火焰百合插下去啊，好，我稍微修剪一下下，好，我把它放上去啊，作为我们的主花，哇，真的是好美哦！就尤其在这个灯光的照耀之下哈，一只这样的松，然后加上火焰百合，就美极了啊！那整个花型很直立的方式。好，那我在下段呢，我再用一点点红色的这个花材哈，因为呢，我们会发觉到了冬天冷冷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很喜欢看到很红的一些花材，比如说，各位爱花菩萨现在可以看到，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个是，这种是一种那个彩叶的那个线叶哈。好，那我们用它来做这个收下段的基盘，啊，一点点的红色，啊，因为今天我们用的这个花器呢是青花的啊，所以我在它的下段的地方呢，我就用这个红色的这些颜色啊来搭配它啊，那也在冷冷的冬天呢啊，感受到植物带给我们的一种很温暖的感觉。好，现在各位阿菩萨可以看一下哈，因为这个迦兰的叶子是绿色的啊，那这个红叶线哈，这个线叶哈，它感觉呢是红色的，所以两个颜色互相的交错起来很漂亮。好，我再看看一下这一支是不是我们可以做后段，好，让它拉一点点后颈，好，后段的感觉啊，这一个感觉很美。好，那我再用一点点的杜鹃啊，杜鹃花做它的后颈啊，搭配下段啊，那我想我们这个作品就已经很接近很圆满了哈。好，我带一点点这样有花的杜鹃啊，大家菩萨现在看可以看到这个杜鹃花哈。好，我把它加一点点的杜鹃花。好，所以整件作品呢啊，它呈现出来的感觉呢是很直立向上的一种花型哈。那我们就可以把这样的作品呢跟我们刚刚的这个果供呢结合在一起。啊，那就可以变成在过年时间呢，家里很棒的一个装饰啊。那像这样水果呢，是每个家庭都有的啊。那如果您买回来的水果啊，先看看它，欣赏它一下，然后把它摆得美美的啊。那
让家里的家人回来的时候呢，都可以看到你的你的那种用心跟巧思，我想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供养。接下来呢，各位阿化的菩萨可以看到呢，我的前面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烘手炉啊，那这样的一个铜制的烘手炉呢，真的是非常的难能可贵啊。不过我们有时候在一般外面也可以看得到啊。那像这样的烘手炉呢，除了保存古文物的一个欣赏之外呢，那我们也可以用它来插花或者做配件啊。那我们先把这个烘手炉打开来啊，那我们在打开的时候可以看到，那它上面的这种纹饰跟设计哈，虽然不是那么的明显，因为铜器要雕工是比较不容易，可是隐隐约约的还是可以感觉出它好像雕的是松的感觉啊，所以非常的有特色，而且也很用心啊。所以每次我觉得我在看这些古文物的时候呢，或者一些民间的用具的时候，都可以感受到这些工匠的用心啊。然后也借由在雕刻啦或者画画这些东西的时候，把对未来人生的美好都展现在这个作品上面，或者是一个祝福啊，都展现在作品上面。所以看到这样的作品都会觉得很感动。那这样的烘手炉也很适合在冷冷的时候作为我们的花器啊，或者在天气冷的时候，如果您有这样的一个收藏品的话，你就可以拿出来摆啊。因为我们会发觉呢，我们要家里的这个装饰品呢，要随着季节做改变啊。比如说春天就带有春天的气息啊，那冬天呢就要有冬天的气氛的感觉。比如冬天你就可以很适当的把一些铜的香炉啦，或者是像各位看到这样的烘手炉啦，或者是蜡烛类的东西摆在家里，那就会觉得家里感觉特别的暖和哈。好，那我们今天呢，插在这个烘手炉的呢，我选用的是雪柳哈。那今天这个雪柳呢，它非常的美啊，而且很轻盈飘逸的感觉啊。好，那各位阿弥陀佛可以看到呢，这个雪柳上面开了满满的小白色的小花。像下雪在上面的感觉，所以我们称它为雪柳哈。好，那我把它插起来呀，这个线条真是优雅极了哈。我们这两天工作室也在插雪柳啊，然后我就跟我们的同学说呢，这次我们平常花都修得还蛮干净的啊，就是要修出一定的一个线条跟感觉。可是这个礼拜我就跟他们说呢，我们这个礼拜的雪柳不用修得太干净哈，要表现春天那种植物刚开始欣欣向荣的感觉啊，所以不要把它修得好像冬天哈，或者是秋天的感觉哈。好，我先把这个稍微移一下下啊，不然它会遮住这个视线。好，那我们一下下这个感觉哈，再换一个角度啊，这样子才不会遮住我们的视线啊。它一样是漂亮的啊，因为雪柳本身它的线条就好美啊，所以在任何一个角度上插都是这么的漂亮。好，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雪柳哈，它很轻盈飘逸的一个感觉。好，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铜做的这个花器上面呢，我们也是跟先前一样用的，一样是这个嘉兰啊，就是这个火焰百合啊，因为我们今天准备了两支啊，那第一支呢，我们插在刚刚的那个青花瓶上，然后这支呢，我们就插在这个烘手炉上啊，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烘手炉插上火焰百合哈，就好像那个这个烘手炉上面有一些那个火的感觉哈，所以也很适合在这个季节的时候运用。好，我再把它丢掉一点花材。好，那我们在下段呢，同样的呢，加一些些的杜鹃啊，我们准备的这个杜鹃花哈，加一下。那杜鹃在这个季节开始呢，颜色就变成很翠绿了啊！各位阿弥陀佛可以欣赏一下杜鹃啊，它在春天的感觉。好，我把它做一点点它的前段或者后段。
那我们前段呢再加一点点的杜鹃。好，那我们各位阿菩萨现在可以看一下下这个作品啊。好，它是用一个这样子很轻盈飘逸的、很带有春天的气息的这个雪柳呢，来做我们的主要的这个矢质的部分啊。那当然最主要，其实这个花型是表现这个花气的一种美啊。那我们再加上一个这样的一个它的这个配件啊在上面。好，那待会儿呢，我们再找一个比较恰当的一个配饰啊，把它配起来啊，然后把整个桌面做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摆饰啊。那我们来试一下，试试看。好，那我们在做完一件这样的作品呢，我们可以摆上像香炉啦啊，然后一个吊饰啊，就很有那个春天的这种过年的气息。那我在这个空间中呢，我今天又加了一个经书啊，然后一串这样的一个念珠。那我们是说呢，一年之计在于春啊，那春天呢，我们要掌握当下的因缘啊，那。在这个春寒料峭的时候呢，如果天气很好，就可以出去踏青啊。那如果天气很微寒，或者是有下小雨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在家里静静用功啊。那我们知道静教的重要啊，随时把经书，然后呢加上念珠啊，随时提醒自己无放逸啊，不要放逸啊。那在过年的时间虽然很开心很喜悦，可是也不能够放逸了。那要日精进，夜精进啊，昼夜四时皆精进啊。那愿此香华遍满十方，供养三宝，护法龙天，普熏众生，共入佛智。阿弥陀佛。护持中华印经协会，邮政划拨户名中华印经协会，划拨账号19658482，19658482，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